你的小孩子完蛋了。一个专区选择哈，他直接选择来到我们的重心舞台，三个都不太符合自己。王一博着急下班，里边都不拍照，着急下班。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来拍个照吧，他的2023真的是全面开花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还凭借电影《迷你叶先生》入围了世界电影大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啊！你给我看一眼这里。咱们拍的时候，这个机器别特别挡。我们请递上话筒，让一博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，一博。Hello， 微博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王。是吗？欢迎我。欢迎王叔叔来到。欢迎我。谢谢。还有什么？左边看一下一博，是一博，左边再看一眼，左边，希望他在华语电影可以看到他更多精彩的作品。一博，左边再看一眼，递上话筒，让一博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有没有作品出炉？还暂时不知道哈，是在计划当中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啦。来，再次欢迎一博。欢迎一博，欢迎来到微博之夜。虽然是不知道，我觉得是卖个关子。是的。Hello， 微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一博。再次欢迎王一博来到微博之夜。还有什么话想送给大家吗？2024有没有自己接下来的作品和大家见面，或者一些小的期许啊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有没有作品？我不知道，还暂时不知道哈，正在计划当中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